学佛得法领解，世尊观其教，所以渐不分别说大乘，发分明佛心，人皆有，小乘渐转大。但人人修行听法，爱法入心，爱会当体会，会当领解。世尊啊，是观其道教，这是佛陀在世修行者的用心。爱先了解佛陀所讲的话，佛陀是对机说法，所以说无定法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就用什么法来祷告。因缘生熟，会合在一起，伊就对阿弥的人讲伊听有的话，拍开伊心的迷信，教导伊安怎舍弃烦恼。从开始，大家人还阁对佛法无真清楚，所以就开启了阿含、方等、法界。安尼一路呢，规律行过来，也那对大众呢，还是随机说法，这种生活，安尼面对大众，所以世尊啊，就是观其道教，所以。渐不分别，说大乘，发分。在这段时间，也就是和大家人安怎去除烦恼啦？净团中呢，希望鼓励人人发大心，立大愿啦，转到方等经，那就算是。大小平淡咯，一直到法界啊，普遍予大家人会当了解世间万物一切真理啊，是无形无体，总是呢，伫人甲人的中间啊，互相起争端。就是从一念心开始，放弃执着吧，放弃了贪欲吧，放弃了一切名利地位，因为这拢总是空。但是咱众生听，是毋是在家一般的人，虽然知。但是呢，放弃敢是遐简单呢？但是，伫丛林中伫咧修行个出家众，感觉我已经拢放弃啊！我心无牵挂，我那些卖个有耐心，安尼就真满足啊！我都感觉。人人体会道理啊，一切皆空，拢差不多了解啦。这个时阵，才开始呢，慢慢开启佛法的门，从迄个妙有啦，真如本性开始，和大家人清楚。这明佛心。
人皆有啊，予大家人拢总知影。佛心是人人本具啊，人人都有成佛的机会，只爱好好发大心。所以啊，孝顺渐转大，真的是佛陀看观机啊，慢慢已经体会啦。确实，咱人啊，凡夫凡夫，一切的苦乐，拢是伫人间造成。天拢是伫咧享受快乐，无虾米款呢？大的善恶啊，就是大的善恶呢，就是伫人间。人间无常，人间寿命苦短，短短的人间，那一念心一动啊，可能啊，都会做真多呢，惊天动地啊，造成任何的祸端出来。所以梁鸿禅啊，其中一句讲：国王一怒，祸兮万里。可见啊，在一个国家的国情啊，是一念心偏去，可能呢，惹成了国家的呢，人民拢坐宰殃，那起兵军事，那就是呢，去攻打其他的国家，那其他的国家无辜百姓受灾难，还尤其是现代呢，唔免讲国王一怒啦。其实老百姓啦，青少年啦，一怒啦，小块的代志，啊，街头巷尾啦，啊，有啥物代志呢？发生啦，有个人呢，心态不平衡啊，看到呢，抱不平，他就开始写，就松动啊。安尼发出去呢，无数人啊，看到大爆屏啊，安尼不断地地传啊，地地引发一挂人的心不平，啊，人的心不平呢，就压制袂落去啦，就开始互相谩骂，啊，就启动了心形，啊，就开始。对立吧，你想，人间就是安尼啊，这种世间本来都无常，啊，其实生命嘛是苦短啊，却是一念心起啦，惹成了这么大的灾难。这种的灾难呢，愈来愈是密切。啊！现在人的心呢，是非分不清啊，这呢，拢是让人担心。所以现在最需要就是佛法啦，净化人心。现在人口愈来愈增加，那这个人心不固啊，愈来呢愈脱轨啦。所以现在呢，应该不是独善其身的时阵，应该是爱兼利天下。所以孝顺呢，爱渐转为大吼。所以经文啊，经文安尼讲过去啦，世尊啊，以方便力说。如来智慧，我等诸佛得涅槃。
传一日时间，以为大德，以处大乘，无有此境。释菩提讲，彼当尊世尊用种种方便，一直到现在呢，经过了峰顶啊，开始就疏离了，应开始讲大乘法啦。确实呢，阮大家人就感觉人生苦难啊，所以呢，还是修在这个涅槃。就是独觉啦，独善其身，这叫做一日之教，安尼就真满足啊啦，只爱家己得救，其他都无管吼。啊，以处大乘无有此境，这个大乘法呢，阮都无有安尼的志愿呐。搁在一段文讲，我定。由因如来智慧为诸菩萨开示演说，而住一处无有次元，如来的智慧，甲这菩萨已经开示呢，菩萨法啦，就是助利兼利他人，但是阮的感觉。那这就是对菩萨讲的话啊，这跟阮呢嘛无关系啦。那这就是已经呢到不解转教吼，不解呢就是伫峰顶转过来，伫这个不解时的时阵，所以伫。《黄顶经》迄、那个教法中啦，开始要转的是那见我顶无自求大乘，以宽实在佛吼。黄顶开始就讲大法啦，这但是这个、大法还是宽，还搁伫方便中啊。就是峰顶甲阿含，就是有吼，也搁谈迄个因缘果报，那鼓励大家人开始呢，爱去行善法啦，种好因啦，开始伫咧叫大家人好做好代志，但是这也搁是宽。其实，权的内面含着真理，大家人还阁听无啊？以为讲哦，去行善做好代志啊，这都是菩萨的代志。所以以为呢，权甲实得要合会的时吼，这是在佛啦。其实呢，无志愿求代呢，这是遮的地主吼。那但是佛陀呢，在这个宽教中含着迄个实真实法地咧，但是因都是无了解啊，开始叫大家人爱好好用心啊，家己处理也都爱利他人，却是家己无愿意吼，所以以宽实在佛。这些人也阁是安尼的停替，为诸菩萨呢开示演说吼，是菩萨教化众生。彼当尊啊，就是爱有四种的无畏吼。第一呢，就是终其一切善法不妄，说法无畏。这就是菩萨法吼，第一啊，就是爱将佛陀所说一切的法，不管是大小乘法啦，菩萨呢一定拢爱真了解，了解了后呢，才会当
说法无畏，才会当真用心教佛陀开始安怎说法，转速提法轮等等十二因缘六波罗蜜等啊，向人人讲话吼，真呢是菩萨啊！第一，爱先得到这种终其一切善吼，终一切法，其一切善呐。较早嘛讲过去吼，那咱爱终一切法，佛陀所讲的大小乘法呢，咱拢爱摄受过来吼，而且呢爱修持无漏法吼。法入心，唔通漏掉去。有安尼种一切法，持一切善呐，在人群中去说法呢，都无所谓哦，吼。那第二呢，是净地法乐哦，甲地道众生呢，尽欲诚心说法。无畏，即咱爱先知影，爱知影众生的根、欲、性、心，即咱拢爱对众生的性欲、甲心态，咱拢爱真了解。即就是菩萨爱发挥伊的智慧咯。所以，若无了解众生的根基啦。无了解众生的心欲，无了解众生的心性，那你要安怎甲伊讲法呢？咱先了解伊，咱才有法度甲伊讲法吼。那第三呢，就是善令闻达，说法无畏。有的众生啊。你也未甲讲，伊就要甲你问啊啦！啊，你都爱有法度去回答伊哦。同时呢，对法呢来甲咱问难吼，那用批判的心情，迄种呢，啊，要来辩驳啊，咱也都爱有迄个能力去回答伊，我都爱说服伊哦，亲像安尼呢。说法无量吼，善令闻达，人要问，咱都爱有法度答复伊。要来请教佛法，当然呢，咱爱真用心回答引导伊。有的人呢是心不怀善意吼，来批判吼，那亲像安尼，咱还是爱回答，甚至呢爱说服伊吼。这那会当安尼善令闻达啦，那说法无畏吼。第四呢，令断不疑，说法无畏。因为众生啊，拢是六根六尘伫外面伫咧缘境啊，那这个欲念啊，真大。善念，那是会当生，嘛是真大。啊，恶念生呢，力量嘛真大吼。啊，因为物引出了咱的欲吼，所以这个欲心被引出啦，开始呢努力啊，去争取啊，那永远都取未足啦。绝对无满足吼，那一座一大楼起啊，安尼还阁无够，搁再较悬、搁较大的楼房啊，拢是咱的。一座山开落去，破坏起山土的资源呐，无够。一座再搁再一座山，古早人讲。山高未是高啊，人心则则高吼。那、啊、这都是平常时啊，你讲
啊，那有一个时，拢是永远欠够啦。啊，有一块欠九块啦，有一百万欠九百万啦，一千万欠九千万，好，一亿欠九亿啊！哈，一直欠，咱的人生变成什么呢？人生也不是该空吗？这就是断物疑。到底呢？你爱到底要有偌多啦？这个物欲呢？你欠的是欠偌多啦？你愈多的物欲，生理大比搁较大，那么这种诶人生啊，会真苦。所以啊，令断物疑，对这个物欲啊，一直怀疑，这嘛是我的，那嘛我的，永远永远呢，求无量的我的，为着物欲呢，人甲人的中间。互相怀疑，互相的争端，这拢是物欲吼。那为着安尼，咱应该好好甲大家人讲，啊，真正的道理，一切皆空，人生无常，生命苦短吼。啊，咱爱留一挂时间，真正呢，好好啊，开启咱的心门。心灵的财富，咱伫正面的文感唔就是呢？将这个贫穷主一直引入到呢，拍开这个宝藏，可以看，你看，这么真多的宝物啦，哦，这的物件，拢将来你会当出吼，出入无碍，会当使用呢，嘛无碍呀。这是正面的文讲过去，原来呢，这个宝藏是伫咱的心里呐，咱的内心呢，人人都有心内的宝藏啊，这是让人分机会性吼，智慧呢真多，但是呢，咱若无开启咱的智慧啦，咱永远都是贫穷。外面的物质呢，安怎贪都贪不着，那安尼是真辛苦吼。所以讲，那这有种种啦吼的法，佛陀呢为菩萨开示演说吼，因为要做一个菩萨，都要记住这四无畏，那以。法界回向受教宽恕在己便宜自求五顶由因如来智慧威力佛将开宏顶欲树立实之做好事人人拢做会到其实做会到就是大根基啦那佛陀拢总讲啦，所以宽呐、实啦，拢总讲咯吼。啊，咱家己无要去接受啊，但是佛陀呢，搁再开始用如来智慧输出力量。过去是方便的力，即马用威力哦，是已经到不济，要搁再转发化的时。都发挥了佛陀的威力啊！这些佛陀呢，渐渐从这个方顶开始树立啦，来分析吼，予咱知影那无事不成理啊！所以呢，啊用事不断来披露啦，研究吼，是方顶方者。方法的意思，那就是幽门，幽门就是有因缘果报啦。空门，空门就是法界啦，一切皆空啦。这呢叫做相门吼，相益门又是相会门啊，嘛是是，就是安呢。
亦非亦是吼，定呢就是平等的道理吼。那素闻是方法啦，那就是各以平等的道理，安尼呢来甲咱教育，这就是方等的事。幽门、空门吼，那相益门。啊，相会门，安尼是素门啦吼，素门呢，亦是亦非啦。方是快的意思，那定呢就是平定吼，真因平均的意思。分呢，第三时那就是方定，从华严阿含方定吼，这是第三时啦。搁再呢，这第三时那是总通别完吼，这叫做。素教吼，我是素教吼，这是顿根的人啊，都爱分辨的，安尼来说教，其实啊，这真简单的道理啊，回归如来本性足简单，却是佛陀都爱讲真多呢，分门别类啦，回归呢，就是一真如本性，一真实相吼，那为诸菩萨。开始演说，那是诸大师开始，就是向菩萨开始，即成佛自明呐，痛佛本怀而说吼，那又为菩萨开演，将是菩萨法吼，那自住以住无有次缘，亲像安尼啦，伫咧教菩萨法确实呢。佛陀的用心啊，咱大家人拢是无迄个志愿呐。所以大圣经啊，在大圣无有志愿，不生一念虚气之心吼，总是呢一念心呐、啊。各位学佛啊，其实呢都是干呐，爱了解一念心，咱爱安怎把握纯净的心呢？天下一切平安，心哪一杂乱呐？天下呢灾难偏多，一切呢都是干那的一念心，所以要好好多用心嘛。